我太太啦，她有一天呢，她就跟着那个大陆的观光团去玩，然后她一个导游啊，那个导游就很厉害，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现在来一个主要是你生产玉的一个城市，你到这个地方一定要买一些玉，要不然你会白来这一趟。那我看我们应该给钱。嘿，那我就知道，其实这个导游应该有他的孔明秀啦，他才会叫人家说应该有了哈。抱回去能抱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不要那么容易被人家讲。因为这种东西哦，就玉它的价值哦，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不晓得。最怕买到逼货。对，而且最怕是有人带过。其实我真的害怕有人带过。你是怕出土的？哎，我就是怕这个东西。那因为人家说玉是辟邪的啦，如果你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卡在你身上。我那时候想太多了。但你出土晚上搓一搓，搞不好秦始皇出来哦，汉高祖就握手，很好啊。那万一不是汉高祖呢？对，万一是个不好的东西呢？所以这我不敢带，就是这样。那重点是。他买回来之后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买这个很便宜。”我说：“多少钱？”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么穷困潦倒的时候，他这一个，他居然给我买到20000块。他一定是在过程当中被人家洗脑了。对，人家就跟你讲说：“工资哇，给的哇，给的。”而且是原产地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地方你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的话，可能要买到20万。导游讲说20万，他居然想去说这个东西可以卖到20万。你都该被等来说放久了之后，它就会有那个价值。你没有就单纯呢我就单纯才会这样给我。所以他们讲20000块，20000块，拜托20000块可以过一个月。而且他买来这个已经快将近快十几年了，他放在那边从来都没有动过。可是他只有跟我平常也没有带吗？他是要送给我的啦。啊，他送给我，我就觉得我就怕里面是有什么哦，你这样带过别人的东西。我们曾教授大概三更半夜都不用睡觉，每个人都出来跟他握手了。他有很多那种古董就对了，就有人带过的，他很多老朋友。问题是他，因为他可能有那样。阿亮的三个朋友一起来阿秋，你好，秦始皇，汉高祖，阿廖天丁我啊，廖天丁也来啊。我俩就是我自己心里面会觉得怪怪的，我就没有带过了啦。爱搞公哦，像这种玉哦，你摸起来它是冰的哦，在夏天摸的时候它也很冰。这个玉啊，好说摸起来冰的，是为了要冰啊，就被给压冰了。是啊，就是它叫冰玉啦，我们讲冰玉啊，叫冰玉，冰清玉洁，有没有听过？有，对啊，冰清玉洁，对啊。这玉啊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玉摸起来冰冰的，其实跟它质地透不透是冰种是两回事啊。啊，摸起来冰冰的，不见得是冰种，因为它为什么？那摸起来冰冰是放在冰箱拿出来，你把它放在口袋里面。过了一会儿哈，这是温温润润的，就会热热的，是吗？这算是矿物啊，本身它比热，一个物理学一个名字叫比热，所以它会吸热，对。所以说哈，这冰的话是你把它放到冰箱拿出来，它很凉。我刚刚开玩笑，冬天的时候更凉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在卖之前先把它放在冰箱，冰完之后再拿出来跟人可以供，这个是冰玉。对，不是这样，但是通常好像这种翡翠玉石哈，你就是说。给你参观选购的时候，它冷气一打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块玉摸起来真的都是冰冰凉凉，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比较有可能物理现象，商人的话术啦。所谓的冰玉，它不是摸起来冰冰的感觉，是它很透哦，冰那个水头的感觉。你说很透，是说它从光线看过去会透过去。好的，看起来，好的，看起来，好的，这样子怎么样？光照哦，好透哦，它非常透，真的。现在这个是什么种？这是冰种典型，而且你这么厚。玉种跟甲种跟乙种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！你老婆一定记错了，人家是告诉他是冰种，不是他以为是冰冰的那个冰，对，它是冰种的。你这是几啊冰的冰？而且这个哈是以前哈都不起眼的，叫做木拿种的冰玉的冰种玉。木拿种不得了，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安慰我，他在这里面卖的，别家买一个半年啊。木拿种，木拿种，种是什么种？是那个坟墓那个种？种是种地的种。什么坟墓的种？你在想来想去拢想鸡鸭啦。我就觉得是出土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是做很多亏心事啊！我还啥也没讲。我跟你讲，你也听到，我来讲了噻。你看你在看我，你真的看得懂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也听到，我们老师讲，你也听到呢。因为我本来就排斥了，所以我那种你还问说是不是那个坟墓的那个种哈？万人种、千人种。我跟你讲，恭喜仔，我来跟你讲了噻。你有没有看到一点一点的雪花？雪花飘飘，有没有？有很多有没有雪花飘飘？上面有吗？一点一点，有没有？六块有。有，我有狂爱狂。这是木拿种的特征。有没有很亮？有，有没有很亮？很透明。哇，一片光明这样。它有改光。很亮。它这个哈。给打了，给打了。给。真假？这个翡翠哈，厚实。厚。厚高。高。第二个哈，它的雕光很漂亮，很细腻。它上面是雕。狮子。啊，这是狮子。上面一个寿桃，它整个是无瑕，它几乎没有瑕疵。它就是不够白，不够白，它带灰色而已，有点灰灰的，不够绿。它只要今天是很纯白的，哇，更值钱。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不错的物件，享受，享受，享受献瑞。所以你误会你太太了，真的是吗？2000块，高瞻远瞩。
高瞻远瞩，他说未来这个会涨很多，涨来涨来别搞得了。你能给人呢？他是很有远见的，估价来，请见价，150,000元。哇！你是讲真的？真的？现在就是木拿走他，我刚才讲过一个缺点，就是哈，他不够白。他脚真的很白的，木拿总跟拿铁没有关系，跟姜汤马奇朵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我请问一下，我如果再放下去，它还有增值的空间？是因为哈，像我们在讲哈，这属于中高档，属于一种中高档的翡翠，因为我觉得还有机会，花很少。是你妹妹，我陪你走吧。你买什么？这个好东西。老师可以捡吗？老师给你卖，真的吗？还有机会，我真的会卖给你呢。再说了。不过我不是乱讲，廖文良，文良啊，你们今天美女，真的，那叫丢输赢，买啦，你丢丢还丢丢，文良你扣多少嘞？可以，我加控你，你老输呀，你卡掉回来，5万，友情价12万就好。我今日估了别开，我阿明半个白了白了，安尼怎么好啊？想用虎心啊你 ？OK， 好了，开心啊！哇，我真的是这样子，回去那个老婆欧乐姐嘞，老婆误会你了哈。对，下次有空再多去买一点回来。看是上次大陆哪一家哈，把我顺便也带去，我也去找看有没有这个好东西。